看现在也谢了，老公，你看，哎，好多耶，老公，你看上面是喜鹊，好大一只哦。哎，老公，那里面还有鱼耶。老公这边好多事。哎，你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明星。那是什么的？它不会死掉，不会死掉吗？它会变成，真的，它是水母。是啊，这么厉害。你看，鱼水不能游。嗯。它是要水母鱼水可以。嗯。你看它会长这么大。那就是很大。哎，你这算成熟，嗯。好像小鱼，好像蟹哦，那蟹都会钻进去里面吃光。那虾不像，那个虾不像进去，不像水里钻进去呀。那是退潮，那涨潮前那个就是大部分都沉下去。退潮，这还会涨潮啊？对啊。什么时候涨？晚一点就涨潮，现在是退潮。是啊。六小时一次。韩国的鸵鸟喜鹊。是啊。中间是肚子白的，好大一只。如果全身是黑的就乌鸦，它是喜鹊。它是黑白的，大概蓝黑白啦。看起来是黑的，其实它是黑的。蛮大只的，连它都筑巢筑到最高处了。好像现在还不多，台湾好像被。还好哎，我们在中壢那边每天都在拍这个喜鹊啊，都整群的。台北好像还。这边太吵了啦。你要去那个中壢的芝巴里很有名，那边很安静。哦，他喜欢安静的地方。他都在那个很多大树的地方筑巢。现在都住在高压塔的最上方啊。我在中壢几乎每天都在拍啊，他那边的鸟很多种。中壢是因为海口还是什么？它是海口跟稻田很多。对，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在种作物了，那边现在又改成那个波斯菊了。因为他们没有做那个种作的话，没有办法领补助款。哦。所以一定要种东西。波斯菊他们观赏的。对，观赏的。波斯菊跟百日草，整片很漂亮。可能也可以当什么宗教的花卉。它是主要要当肥料用的，就是你先种嘛，然后到那个一年两收稻嘛，所以到稻子的时候变成肥料，就不用再施肥了。对，它就变成有机肥。对。他要去看了。那是你从中壢过来？我是高雄人，可是我住在台北土城那边。我都会到处跑，到处拍啊。对啊，因为中壢那边是你躺坐在马路边啊，那边都没有人吵你。全部都是农家子弟比较多了，而且年轻人都往外移了，都剩下老人。嗯嗯，对啊。然后那边水很干净，那边整批的大肚鱼都是很干净的水。中壢靠哪里？中壢是？它靠你去找芝巴里，你就知道民权路三段的尾端，大概1600多巷的那边，靠八里国小旁边就全部都可以拍了。哦。那边最干净。因为那边还有河蟹、溪蟹什么都有，然后鸟类最少也有20几种。然后这边的蟹都是湖边啊，只有一种吧。如果我们在高雄拍的话，是20几种一起啊，很壮观。因为那边是整个纯的红树林，海茄冬的，一整片啊。这只都没有张起。欧雅静。换了一只。叫什么？刚才不对，应该是白的。